Hello，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下一次，我们又回到星期二，一同来读这个系统神学啊。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神论的第六堂，我们要讨论的其实就是其他宗教的神。那这个还蛮有趣的，因为在这一本、呃、啊啊归正系统神学里面呢，它呃有跟其他别的别的我读的这个系统神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特别花了一张去谈其他宗教的神。 就其他的神，那为什么要从这一个角度来谈呢？为什么其他的没有特别抽出来？那我不知道它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知道，不是当我们谈神论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谈我们自己基督教的这个神观，我们也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下他们是怎样子看神的这个概念的。 那其实呃，因为其他的系统神学书它没有特别谈其他宗教的神，就是我读的啦，可能有一些有我不知道，呃，我读的没有，所以我就从呃其他的书籍当中也找了一些是类似的资料，所以呃也是会引用到几本书啊，其中一本是免费可以下载的，你可以从 TGC 的网站上面下载到，叫做《错谬教导实战手册》。那这本书里面呢，它其实就有谈到。 呃，无神论啊，谈到回教、印度教、新纪元运动，各种各样的啦、啊，大多数的这些宗教它都有谈到。然后我们是怎样子去啊回应，怎样子去应用啊互、呃、教的方式来呃回应这些宗教，那它都有谈。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还蛮实用的，所以就从这里，从这本书当中，我也呃就是抽了一些部分出来跟大家。 有一些很简单的分享啊，那呃，我们我们的架构仍然是用这个周必克穆斯的《归正系统神学》这一本书，所以啊、呃，我们还是会照着这样子的方式继续谈下去。那为什么在神论我们要去谈其他的宗教的神？那其实圣经它教导，圣经给了我们基督教的神观，我们对神的看法是怎么样子？ 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具有主权的，上帝是有主权的神，上帝也是跟我们立约的个人的主。这个是过去几堂我们都有谈到。他也要求能够在人身上纯粹的反映出他的道德优越性，因为我们知道是人的至善就是神啊。和门巴宾他在他的《我们和你的信仰》里面这样子讲，人的至善就是神，上帝他也。 同样，他要求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反映出他的这种道德的优越性，他的这种善能够在人里面反映出来。上帝他既是超越性的，他也是临在性的。什么叫超越性呢？超越性其实我是这个也是在复习前面所讲的一些部分，但是这些谈的部分，你等下又要从这个跟其他的宗教的神来做出一个区别，因为上帝他是。 在我们所造，呃，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之上，他是与众不同，是最高的那个存在。他也存在于受造物的每一个地方，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他是无处不在啊！他在任何的时间空间里面，他都在。但是同时，他也是最接近我们，他比我们自己的心跳还要接近我们。他既是超越性的，他又是临在在我们呃一起的。 而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位神、这一位主呢，是指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在神论的最后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谈，呃，跟大家来谈三位一体。那我们把这样子的对神的观念或者对上帝的观念呢，我们称为是圣经中的一神论 （monotism）。OK，mono、okay? Mon 就是唯一 g o s 就是上帝。 回呃一神论，圣经中的一神论。那当然你要谈的话，回教也有他们的一神论，犹太教也有他们的一神论。那这些是不一样的。圣经当中的一神论，我们讲的是三位一体的三 D，圣父、圣子、圣灵，同样一位，虽然是三个位一个，但是一位，但是是一位。那之前我有一些视频也是有谈到三位一体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啊、呃、看。但是我们在神论的后面部分，我们也是会继续跟大家来谈。但是呢。 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神论，在各种不符合圣经的神学还有哲学当中被提出来，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人呃感到很疑惑：，那到底哪一个神是神呢？啊，是不是讲这一些宗教的神是神，某一些宗教的神又不是神呢？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些神观啊，他们的一些观点其实是偏离了上帝的话的。 最突出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对三位一体的否定，诶、okay?，他对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否定。那呃，一其他的观点呢，他们也犯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错误啊，就是常常会犯的，就是他没有去区别这一位无限、这位超越性的造物主，跟他所造出来的这个有限的被造物之间的区别。 Van Til，他在教课的时候，他喜欢画两个圈，一个是创造主，下面一个圈是被造物。创造物、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OK，那很多的宗教或者很多的这些哲学思想，它并没有去把这个无限的创造主跟有限的塑造物把它给区别开来。但是这一个区别又不是完全两个分开，没有他们之间没有联系的，不是这样子。 但是也不是两个完全结在一起的啊，就是一个受造物在呃这个被造啊受造物在创造组里面也不是这样子。那等一下谈谈下来的呃这些其他宗教，你就就会看到他们啊、呃、就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圈在一个圈里面的，或者讲两个圈完全分离的，那有各种这样的啊、呃。其实有一本系统神学，它也是有谈的，这个就是那个麦克霍登的那本《天路客系统神学》，它其实也是有谈其他的宗教。 但是他应该不是在神论这边谈，他是在，呃，这个启示论那边来谈到这个，来谈到其他的宗教。Okay. 所以我们呃这一这一章它的目的呢，就是今天要谈这个部分的目的呢，不是要去探讨每一个宗教的细节或者每一个哲学的细节。那但是虽然他他不会去详细谈，但是有几个啊、呃，我认为是。 比较有趣也比较重要的啊、呃，这些思想呢，我会特别深入跟大家来做一些讨论，然后也会去呃提出一些我们要怎样子向这一群人来传福音的一些呃思想。但是大多数呢，我们不会去谈，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真的要一个一个去谈的话，呃，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做一个很概括的这样子的呃论述。 我们会总结关于神的教义的独特的主张，并且从神的话语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宗教，啊，所以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呢，啊，希望可以帮助到基督徒啊，甚至是教师或者呃呃教牧。 他们都可以呃摒弃掉一些错误的神观，那你不要奇怪，因为有一些牧师虽然他是牧师，甚他所持守的这个上帝的观念哦，他的神论哦是很有问题的啊。这一位神是怎样子怎样子的神，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讲呃就是圣经里面的神，但是他所谓圣经里面的神可能跟菩萨没有分别，只是换一个名字而已。OK，你不要奇怪。 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你你如果有去一些奇怪的教会，你可能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希望讲可以帮助人们去摒弃或者丢掉这样子错误的神观，然后真正回到圣经里面去看这一位在圣经中借着圣经说话的真神，他是怎样子的一位神。你会发现这种呃错误对神的观念呢、哦，它其实是有一种。 很巨大、很惊人的力量的，它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它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的。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谈论圣经里面的神到底是谁。所以今天的内容呢，它会分成啊、呃、五个部分，主要是这五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先谈无神论，然后谈多神论、泛神论、万有在神论，还有有限有限有神论这五点。OK。 第一个，我们先从无神论来看。无神论，你听起来好像很，好像很有问题那样子。怎样讲呢？就是他都讲无神，无神论怎么会有神观呢？无神论怎么会有对神的概念呢？啊，其实无神论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他他讲，我不要信仰，我没有信仰，但是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它本身就是一种，他对这一位世界上这一位神的观点。他认为这个神不存在，无神，呃，是来自这个希腊语 a t i s 啊，那个 is a t i s air 就是呃没有，OK，它是一个私，也不是啊，没有，它是一个是呃前缀，然后加上这个 t i o s 神。 在我们对上帝的自我启示的讨论当中，我们已经从圣经当中去论证了，神已经通过他的创造物向人，向所有的人启示他自己。那这个在我们过去跟大家来谈启示论、圣经论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上帝在圣经当中启示了他自己，向我们全部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说：“诶，没有上帝，否认上帝的存在的话”，那根据圣经的解释，他是愚蠢，他也是邪恶的。 无神论，他是想要在没有上帝的依赖下生活，他想要从上帝的主宰当中、上帝的主权当中被解放出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很清楚。然而呢，虽然人想要逃离神，虽然人想要从上帝里面逃出来，人不要神，但是呢，人不可避免，他就是一个有这种宗教性的一个活物。 他自然会去想要去崇拜、去敬拜这位上帝，所以这些无神论者呢，他像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他们的敬拜、把他们的宗教的这种呃里面的这种感情，他给了另外一些东西。虽然他们说没有神，但是其实他们是相信有神的。OK，那这一个神是怎样子一个神呢？那我们等下跟大家来谈。因此呢。 我们需要去考虑这些，需要去谈这些声称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愿意去敬拜神的人的，他们的偶像是什么？在世俗人文主义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先谈的是是这个人文主义、世俗的人文主义。其实人文主义哦，它有分成两种，在早期的时候啊，呃，一开始是这个历史上面在文艺复兴的时期，大概是十四世纪的时候。 一场运动啊，人文主义这一场运动，也就是说，这些人文主义者他通过去仔细研究原文，研究啊古文，回归到希腊文或者回归到拉丁文的这些经典著作当中。那这一个运动叫做人文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它不是它跟今天的世现代的这种世俗人文主义不一样。现在的这种世俗人文主义是对上帝的无神论的拒绝。 导致了人人对人自己的神话，所以我刚刚讲无神论，它是有一个神的，它的神是什么？是他自己。OK，我自己是这个神。世俗人文主义，他对上帝的拒绝导致了。 他把人给神化，所以现在的这种世俗人文主义呢，它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虽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一个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开始，宗教改革那个时候的人文主义，它不是一场反宗教的运动，它反而是跟基督教啊，基督教的信仰深深的结合在一起了。就好像约翰加尔文，他其实他是受到这些人文主义者影响很深的，他可以讲是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者。 因为加尔文呢，他非常赞赏这种对古代著作的研究，他非常呃看重的啊，他自己的话，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读拉丁文啊、希伯来文啊、还有希腊文啊，所以他才能够对圣经的了解那么深。到底原最初最早的时候，呃，上帝是怎么启示他自己的？上帝是怎么讲他自己的啊？用最早的这个语言，然后也看。 透过拉丁文明白这些教父他们是怎样子看上帝的，可以怎样子解释这个圣经所以他们回到本源，回到最初。如果没有文艺时期的这种啊复兴的话，那同样我们就不会有这种能够重新阅读圣经原文的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宗教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如果说没有当时的这样子的回到本源的这样子的运动。 然而呢，在一九三三年的时候哦，一个由三十多个人他们组成的一个团体发表了一个人文主义宣言。那其实这一这一个我之前在跟大家谈这个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的时候，其实有很简略的跟大家来谈。就是这三十多个人呢，他发表了这一个人文主义宣言，他宣布无论是有神论啊还是什么，就是。 这些有神论，它不能够充分的去啊服务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类了，不能够。OK，那像我们归正的话，我们的我们的教导就是，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与神为乐，直到永远。但是这一些人文主义者呢？一九三三年这一群人，他们提出人的生命的目的哦，人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荣耀神，与神为乐，直到永远，而是。 完全实现人的个性，人的生命目的是要完全实现人自己的这个目的。那最初的签名者有叫约翰·杜威啊，他是美国心理学、教育还有实用主义哲学的一个很杰出的领导人。在一九七三年的时候，就有第二个人文主义宣言，也是声称讲，作为非神论者，就讲我们不是有神论者啊，非神论者，我们要做的是从人类开始，而不是像。 而些有神论的，从上帝开始。他指出，伦理学是源自于人类的需要还有兴趣。人的生命有意义，因为我们创造还有发展我们的未来。二零零三年的时候，同样有第三个这个人文主义宣言，他肯定了同样的这样子的原则。那这一种人文主义呢，你就看到跟之前那个人文主义是不一样的。这一个人文主义，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 他要排除上帝，把上帝拿掉，这样子的一种排除啊、呃，以以这样子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运动。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是珍惜人的生命，我们重视人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生物都要重要，因为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这一个是人的伟大的尊严，还有核心的身份。Fine，人非常的重要，但是。 这些人文主义把人提升到上帝的地方，我们发现无神论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完全不充分的基础，因为根据他们的这样子的观点呢、哦，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动物，因此呢，它只是一个好像它只是一个物质来的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分别，人只是物啊、呃，只是比动物更高的一个存在。 他要把人放到最高，他甚至要把人来放在上帝以上。刚刚讲到这一个呃，如果说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动物，人只不过是物质的话哦，那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无神论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其实啊、呃，如果根据这个嗯叫什么海伯尔的观点的话，只有几种。 呃，几种东西能够成为呃人的生活体系的，唯教天主教，然后基督教的话就是加尔文主那其中一个就是无神论。无神论它是能够成为一个生活体系，怎样讲生活体系？就是讲它能够用这一个来解释呃生活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无神论能够，OK。 他用他的这样子，他的他的那一套的方式可以来来解释，所以因为他可以解释，所以他所解释的，他所解释出来的不一定是对的啊啊,啊，甚至可能是有很大的危害的。那我就特别要讲无神论的这样子作为生活体系解释出来的方式，对人是有很大的破坏力的。怎么说呢？这个“胡斯利”啊，应该念“胡斯利”，我不知道怎样子念了。 那这一个人呢？赫斯利还是胡斯利？这个人他说，无意义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解放的工具。所以无神论呢、哦，如果说一切都只不过是物质，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话，那人活在这个世上之后，就是人死如灯灭。我们只不过是物质，只不过是宇宙当中,中的一个尘埃。那样子的话，那就成为一种我们可以去放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就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了，你干嘛还需要管道德呢？因为你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颗尘埃罢了嘛。你只不过是啊、呃，就是一个动物为嘛，只是我们比较高级一点啊，我们会穿衣服，猫不会穿衣服。那有一些猫现在有穿衣服了，它主人帮它穿，哦，有人帮它穿，但是它不会想要穿，那它很讨厌穿衣服的。但是人不一样，人人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呃。 有羞耻的高啊、呃，有羞耻的观念。那但是呢，如果人只不过是一个高级的动物的话，那我们是把自己降下来，把人等同于动物，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这样子的道德的约束。我们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去追求性的满足，去追求性的快乐，就好像动物那样子吗？动物可以随随便便发生性关系，人也是可以了，因为我们跟它一样的嘛。 然而呢，这种哲学所提供出来的这样子的解放，它也是可以。那一一这一个层面是刚才讲的，是个人追求性的快乐，但是它也可以造成更可怕的事情，比如讲谋杀，谋杀几百万人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审判嘛，因为没有神的存在嘛，因为没有这个不是讲道德还是不道德，因为。 就是就是这样子咯，我们只不过是动物嘛，动物杀动物就是弱肉强食是 OK 的。那谋杀数百万人，你听起来好像，嗯，好像不太不太对那样子。但是其实正在发生的，就好像比如讲所谓的这种堕胎的诊所，那每一年在美国堕胎的被堕胎被堕掉的孩婴儿啊，不计其数。那新加坡我之前也跟大家谈过了，新加坡也是其中一个。 这种堕胎最合法的，或者堕胎的限制最宽松的一个国家。OK，那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观念，呃，我们没有这样子神的观念的话，我们只是认为讲人只不过是一个动物的话，那这一些东西就不需要受到道德的谴责。OK，那然而呢，世俗人文主义最大的悲剧是在于它的虚假的崇拜，因为。 他背离了那一位圣洁的主，OK，他在受造物面前俯首称臣。我们本来应该爱人，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人是不值得我们最崇高的这样子的信任或者崇拜，我们不可以，因为人被创造出来原本是为了要荣耀那一位造物主的。 我们拒绝这样子做的话，会使我们的灵性变得残缺，变得贫乏。而世俗人文主义，它最大的罪过呢，就是它藐视了这位永生的上帝。他这一位上帝，他赐给人生命，赐给人气息，赐给呃人一切的恩典，但是人却藐视他。这个是世俗人文主义他们所犯的这样子的错误。 那接下来我们就、呃、啊啊这个胡斯里就是他啦，刚刚照片忘记放出来，就是这一个人讲，没有意义的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解放的运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无神论的偶像崇拜，另外一种表现呢、啊、是出现在佛教当中。 那、啊、我们知道佛教，它其实最后是去涅槃，就什么都没有嘛。他们也没有所谓的神。但是其实佛教它有分成两种，一种是大乘大使应该念大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我就读成，吧。大乘佛教一种是读啊、呃，一种是小乘佛教。那我们讲比较接近无神论的这样子的呃佛教呢，是流行在斯里兰卡、缅甸啊、泰国、老挝。 它有柬埔寨的这种小小城的佛教，他们是无神论，或者至少是厌世的这种非神论。虽然说它有佛像，虽然说它有仪式，但是呢，它包括通过这种呃很严格的自我否定，通过仪式，通过冥想，啊，通过模仿释迦牟尼这个佛来追求开悟啊，要悟这个，要悟道。 那这一类的佛教徒呢？他们不希望是啊，他们不指望，不是不希望，他们不指望这些神灵来帮助他们。要怎样子解决痛苦呢？他是通过自律啊，自我保持 discipline 来摆脱痛苦，来结束他们的欲望还有自我意识，因为自我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 那你可以看到佛教跟基督教哦，如果讲这个小小乘佛教跟基督教，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他们都在呼吁人们对自己的身心进行自我控制。那提多书也是有这样子讲，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身心。但是对于开悟呢，对于这个悟呢，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都需要来约束约束自己，但是。 佛教认为说，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通过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开悟的目的。我们能够悟到那个道，它包含的不是获得上帝，而是获得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但是对基督来基督徒来讲不一样。基督徒来讲，我们能够悟，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认识神，是为什么呢？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上帝。 借着圣灵给我们的礼物，是因为圣灵的礼物，导致我们对上帝在基督里面的荣耀的转变。我们被重生，我们重生了之后，圣灵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认识这位神。但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的修行来压制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上帝。 然后呢，圣灵在里面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胜过罪，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效法基督，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他。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修行，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也知道这个根本不能够。基督徒呢，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永远享受上帝的这样子的荣耀。但是佛陀呢，他是把涅槃比作吹灭蜡烛的火焰。 OK，就是最后涅槃，什么都没有啊，一切成为一个空。他们的信徒否认主在他们心中的中心地位。啊、但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但是他们不可以，全部一切要变成空哈、啊。你爱就是代表说你有这个欲望啊，你仍然有啊六根未尽。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的欲望是为了我们要去更好去侍奉神，我们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主，这个是两个之间的区别。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培养了任何思想或者行为的纪律，但他们不能正确的遵守任何的诫命，因为一切都取决于爱神。<coughs>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诶？ 好像有一些佛教徒，他做的比基督徒更好哦，啊！佛教徒活得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哦，因为他们同样，他们是要去进行自我的控制 （self-discipline），能够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呢，本质上面我们是不一样啊。表面上面好像一样，表面上面好像他做的更好，但是本质里面是不一样。一个。 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做了之后啊，我得到我的目的。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能够，我们之所以能够，是因为圣灵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到上帝要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呃自我啊、呃，对身心的自我控制。那除了佛教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当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其中这个上帝的地位啊，马克思主义里面有没有神呢、啊？我想问大家，共产主义里面有没有神呢、啊？那你现在其实你根根本就已经，如果你有关注时事的话，你可能就懂，习近平自己想要做神，因为在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里面呢、啊，这个神的地位是被赋予了国家的，被给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国家就是神啊。呵呵 那其实不，他不是讲国家是神，他要讲的是共产党才是神，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神。那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呢？是 Karl m a r 一八一他一八一八年出生。Karl m a r 呢，他发展了一种哲学，后来被称作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他就提供了一种全面的世界观，像我刚才讲的，其实共产主义呢，无神论呢，它是能够成为一种世界观的。在这一个思想体系当中呢。 所有存在的呃东西都是物质宇宙通过其自身的自然力量在历史当中不断的演变的。人类历史是由社会中不同阶级对基本资源的政治控制方面的论题，还有对立面之间的冲突所推动的。那其实你不要以为共产主义只是在中国罢了，或者只是在俄罗斯，或者只是在古巴罢了。不是，其实这种马克思主义哦，它。 呃，是在潜移默化里面已经深入到，甚至在西方的国家，其实西方的左派其实就跟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很接近的、很类似的。其实你看现在的，啊、呃、啊、呃，这个叫什么？Critical race Theory 啊，Critical Theory 批判性理论啊，Critical Theory 只不过是它的其中一个分支。那这个 Critical Theory 呢，它的妈妈就是讲它是从怎么生出来的，就是从马克思。 主义后来出来，它当然不是完全相等，但是它是从那边这样子出来的。所以，在美国一直在讨论的这一种批判性理论啊，其实懂的人呢、啊，一看就会发现，这个好像就是跟那个时候文革很差不多嘛，文化大革命很差不多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里面，他们所谓的救赎。 啊，我怎样得到救赎？是通过社会，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的。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他是需要来团结起来，夺取权力，来建立自己的统治阶级。OK，那其实刚才讲的 critical theory，那之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再跟大家来有多谈一点。那我我自己不是完全的很熟，但是我有做一些研究，可以。 呃，来聊一聊了，但是我我只能够给大家很基本的一点观念，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跟这个马克思主义呃很相似，就是它完全把它分成两种两种人，一种就是压迫者，一种是被压迫者。那马克思主义呢？那这里他就认为说，工人的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在一起团结起来去抢夺这个权利，来建立啊、呃、我们自己的统治的阶级。 然后将土地啊、财政啊、教育啊、媒体啊，还有工业的所有权都集中在国家的手里面。在资本主义能够让位给共产主义的无阶级乌托邦之前，他认为说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专政。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是怎样看的呢？圣经上面是上帝规定公民政府政府哦，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要为一人。 伸张正义是要刑罚恶人，那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服从在上掌权的，但是呢，我们不会说要把这一个绝对的权利给任何的政府，任希望说他能够拯救我们，能够救赎我们，带领我们进入幸福。那这一个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政府不能够救我们的，他不能够救赎我们的，政府是。 当然，圣经里面把政府称作是神了、啊，但是政府是由普通的人组成，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些人呢、啊，他仍然是带有罪性的。好的情况，如果是还好的话，那他仍然是有这样的异变，因为作为人，他。 不是不能够很 consistent 的，他只不过是凡人，他会犯罪。但是在糟糕的情况下呢，他就会导致一些像很邪恶、非常的邪恶的做法，非常的邪恶的政策。OK，在呃，乔这个人他叫做艾利克·布莱尔，艾利克·布莱尔你可能没有听过，但是他的笔名你可能就知道，叫做乔治·奥威尔。他写过。 啊、呃，一些很著名的书像《一九八四》啊，还有一个就是啊，《动物农场》。那《动物农场》那动物农场、啊、今天会跟大家讲动物农场《动物农场》。《动物农场》呢，它就是在讽刺马克思主义啊。它它是怎样子开头？它是以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作为开头，作为开篇。但是它结尾的时候，它却讽刺说，但是有一些动物是比其他的动物更平等的。OK。 啊啊的啊！这个下下一个 slide 我会我我会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一个呃动物农场，因为以这样子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啊，一个精英被另外一个精英所推翻，而这些精英他往往是从犯罪阶级所招募来的，所以不可避免的就是，如果人们拒绝接受上帝为主的话，他就会侍奉其他的主，这个是他对他们极大的一种贬低。 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遗产呢，是被那些承诺从压迫中解救出来的人所压迫。那你如果听不明白我刚刚在讲的这几个几句话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你我我就可以建议你去看一下这个《动物庄园》或者《动物农场》这一本书。OK，y、啊、o u t u b e 上面其实有它的呃电影或者短短的视频。那这个他是在讲一个故事，《动物庄园》。 这个故事呢，是开始于英格兰威灵顿的一个农场，一个庄园农场。那这个农场呢，有一个主人，他的主人名字叫做琼斯。琼斯先生他管理这个农场，但是他管理的不好啊，他整整天去喝酒啊，不负责任啊。结果这个农场里面的动物呢，他就要造反啊。在有一个晚上，农庄里面的一头老公猪，一只猪啊。 他叫做老少校，他就把所有的动物招起来要开会。他宣布人类是动物的敌人，所以他就号召所有这些动物要推翻人类。所以他就教了动物们一首革命的歌，叫做《啊、呃、英格兰的森林》这样子啊。那但是在这个呃老公猪他死掉之后呢，就有两头年轻的猪成为了动物们的领袖，一只叫做雪球，一只叫做拿破仑。 啊，这两只动物，这两只猪呢，成为所有这个农场里面的动物的领袖。他们要发动起义，啊，起义军，他们要把这个琼斯先生赶出农场。那最后呢，他们终于成功把这个琼斯先生赶出农场。然后他把，他们就把这个农场改名叫做动物农场。他们采用了动物主义的七戒作为他们的律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啊，这七条这七,七条律法呢，就用大写的方式写在一个墙壁上面。所以你还记得吗？有两只领导的猪，一只叫做雪球，一只叫做拿破仑。雪球呢，他就开始教授课程、教课、教这些动物们怎样子去读书，怎样子去写作，怎样子去写读跟写，给他们这样子的能力。第二只猪拿破仑呢，他就教育他就以做。 啊、呃，就是教育小狗动物啊，让这些小狗的动物都能够呃就是他他他的原则就是去教育这些小狗的动物了，所以一开始都很好，大家都很平安，动物们呢都有很充足的食物，整个农场也运营的很好。那过了不久，这些猪因为是猪领导嘛，所以他就把自己提拔到了领导的地位，然后呢就给自己留出了特别的食物供应。 啊，他们在表面上是声称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琼斯先生，就刚刚之前被他们赶走的那一个人类啊，琼斯先生跟他手下的人就尝试要去夺回这个农场。那同时，其他的农场主呢，因为他们怕他们自己的呃庄园里面的动物也起义，他们的农场动物等在也起义，所以他们也一起来帮琼斯先生。雪球呢？ 第一只猪雪球，它跟其他动物，它们先是躲起来，一起躲起来，然后随即发动了突袭，把刚刚进入农场这些人类打到落花流水。所以后来这些动物就啊、呃、胜利了，那这个雪球它的支持率就增加了啊。在动物起义的一周年的纪念日，这些动物们他们就决定鸣枪纪念，而雪球。 跟拿破仑呢，他们两个为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就互相竞争。OK，那雪球他就有一个计划，就是他要去建风车，让整个农场更加现代化。所以当雪球宣布他的计划的时候，你还记得拿破仑吗？啊，拿破仑他在刚刚那一场战战役当中，他是躲起来的，呃、啊，他没有出来打，呵呵因为他害怕还是什么啊？ 他一直很专注的，就是他要去养他的这些小狗，现在已经变成大狗了。所以，当雪球宣布他的计划，说要新建风车，要让农场更加的现代化的时候，拿破仑就让他养的这些小狗把雪球赶出去。他宣布他自己就是那一个领导人，他就是这个农场的领导人。这个农场里面有马啊，有猪啊，有牛啊，有鸡啊，各种各样的动物。 但是他改变了整个农场的领导结构。首先，他取消动物大会，他取而代之是一个由猪所组成的这样子的委员会，由猪来运营这个农场那。那拿破仑呢？他就以另外一只叫做呃兹嘎的猪，啊，就是另外一只猪啦，我不知道怎样念它的名字了。这只猪代言宣布，他也会来新建房车。 啊，让整个农庄开始呃进行这个新建风车的计划。那动物们呢，他们就开始工作的很卖力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拿破仑呢，他就说啊，他就承诺说，风车建成之后，那、啊、动物们的生活就会更加的轻松。但是，一阵的这个狂风暴雨过后，动物们发现风车倒了。那怎么办呢？拿破仑跟 他的这些委员会，他的这些猪哦，就要让这些动物们相信，这个就是之前被赶走的那个雪球啊，因为他嫉妒他，所以他在蓄意破坏他们的工程。雪球他成为了这个替罪羔羊，拿破仑呢就开始用他的手下的狗来清洗农场。什么叫清洗农场？ 就是杀死那些被指控为跟雪球有私交的动物啊！你可以看到，其实你看整个故事哦、啊，就跟共产主义很像呢。那共产党之前所做的事情，甚至今天在做的事情很像的，杀死、杀死这些跟呃就是反对我的人。当一些动物回想起之前的那一场大战的时候、啊、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那个雪球啊，不是琼斯先生，因为害怕。 呃，就是要夺回农场，他又回来，呃，来抢这个农场，而且甚至跟其他人类一起。当动物在谈起这一场战役的时候，那一个拿破仑呢，他就不断的污蔑讲，雪球是琼斯先生的通敌啊，是间谍，并且呢，他把自己描绘成是这场战斗的英雄的代表。但是我刚才讲，其实在这场大战当中，他早就躲到无影无踪了。 但是、啊、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把自己描绘成是战斗英雄，那、啊、这个跟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长津湖很像啊？那英格兰森林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他们的那一个之前那个欧美热那个老少校教他们那首歌，这一首歌呢被取代了，被什么歌取代呢？被一首要去送葬拿破仑的歌曲所取代。 拿破仑呢？他开始像人类一样生活。那、啊、动物们，他仍然相信他们的生活会虽然比较苦啊，虽然没有那么多自由，但是你真的要比的话，还是会比在琼斯先生的统治底下生活的更好啦。那、啊、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叫做呃 Frederick 啊，Mr. Frederick 的这样子的一个另外一个农场主，他是附近的一个农场主，他就来进攻动物庄园。 他用火药炸毁这个已经重建好的风车。虽然最后这些动物们他在战斗当中获胜，但是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一只叫做 Bosser 就是拳击手的一只马，它也受伤了。那这一个是很忠心的这样子的这只马，那这只马呢，它不顾伤口，它仍然不辞劳苦的工作，一直到他在建造风车的过程当中，它累倒了。 那拿破仑呢？他做一件事情，他就派一辆车去把这个这只马 boss 带去看兽医，因为他解释说：“哎，这样子的话，这一只马它可以受到更好的护理。”那有一只驴子呢，叫做 Benjamin，它能够像猪一样阅读。但是他发现哦，其实这一辆货车载他去兽医的这些货车，不是不是带他去兽医，那那个是一辆屠马场的货车。 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救下这只啊、呃、这只马，但是啊、呃、救不下。那很快呢，这个猪，这个拿破仑的呃代言人呢，他这些猪，他就让动物们相信，诶，这辆动物是动物医院从屠马场买来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屠马场的标志没有被更改了。所以这只啊、呃、马，它其实是送去收医院的了。那。 这个是他们的这样子的大外宣啊，就是猪的大外宣。随即呢，这些猪就告诉动物们，哎，这只马它在动物医院里面安详的去世。那这些猪在这只马去世了之后，他们举行了一天呢，一整天的这样子的庆典，来赞扬动物农场取得的。 各种的光辉的成就，然后继续呼召，继续呼吁这些动物们要像这只马一样，忠心刻苦的工作。OK，会不会像最近的李文亮呢？<laughs> 我不知道啊。<laughs> 那然而呢，事实却是，拿破仑其实是把这只马卖给了屠马场，他把赚来的这些呃钞票呢，甚至是给这些统治集团里面的这些猪。 买酒来喝。那其实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在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那农,农场是可以透过把这些动物卖给屠宰场来赚钱的。它会把它杀死，然后把它们的残骸煮沸，然后做成动物胶了。那很多年过去之后，风车已经重建，同时另外一座风车在继续的重建，要继续的建。农场的收入非常的可观啊，整个农场赚了很多钱。 但是雪球曾经提及，曾经提到，诶，要给这个呃这里装上电灯啊，提供热水啊，提供自来水啊，这些都没有做到。但是拿破仑他是在不断的鼓吹说，最快乐动物应该要过这简单的生活。在这只马死后呢，很多之前参加过动物奇义的动物也一个一个死去了。琼斯先生呢，也已经不在了。琼斯先生客死他乡。 这些猪呢，它就越来跟人类越来越像。他们开始不用四只脚行走，他们站起来行走，他们手就拿着打动物的鞭子，他们就穿上衣服。之前你记得还有七戒吗？七个律法。那当初他们七的时候，七个律法也被简化成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是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那拿破仑呢？他去举办了一场晚餐宴会，这些猪跟当地的农场主、其他的农场主哦、其他的人呢、哦，开始庆祝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样子的盟友的关系。拿破仑废除了革命的传统，把农场重新命名为庄园农场。这个时候，底下这些动物哦，其他那些动物，他看着这些跟人类平起平坐的猪，再看一下人类。 这个才意识到，他们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猪，哪一个是人了。啊，所以这一个就是这个动物庄园的故事。啊，我讲故事没有很好听啊，你如果要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那这一个就是在讽刺这个马克思主义了，在讽刺这个无神论了。那到底这个无神论它的主要这个思想观念是什么呢？它主要的思想观念有三个，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解解释。第一个就是它否认上帝的存在。 你如果从定义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要否认神的存在啊，尤其是要反对一神论。很多无神论者会分成积极的无神论者，还有消极的无神论者。积极的无路神论者是明确的主张上帝不存在，而消极的无神论呢，他们是呃不确信存在一个还是多个神。消极无神论跟不可知论的概念有点不一样。 不可知论是我们无法确定神是否存在，但是这些消极的无神论，它是承认啊有超自然的存在，但是却反对存在一个创造万物的这样子终极的超自然之存在。无神论本质上是唯物主义必然的逻辑结论，也就是任何存在的事物呢都是由物质所组成的。所以第一点，他们否认神的存在；第二个，他们。 有这样子的唯物主义的生命观，也就是说，一切形态的呃无神论哦，它的根基都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大部分的进化论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无神论的哲学。尽管无神论者对于宇宙的起源，他可能有不一样的解释，但是他们全部都是一样是反对创造论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符合无神论。 对于终极意义还有超自然伦理的否认还有反对，阿文克是这样子解释的。他说，唯物主义什么？唯物主义他主张万物没有意义。对于大自然的神学解释呢，必须要让位给纯粹这样子描述的机械性的解释。基督教教导被造界背后存在上帝的意义，但是无神论呢，则 上帝的旨意不是上帝的意义，就被造界后面是有上帝的旨意的，但是无神论讲没有，无神论反对为现有的实际和架构来赋予超自然的标准，他不相信宇宙存在。哎呀，什么终极的目的啦、啊，终极的目标没有？无神论倾向于承认社会性的伦理需要，同时反对伦理道德是建立于一个超越性的神圣位格和标准，也就是上帝跟他他的道德律。 他们不接受，OK？那为什么人会相信无神论啊？啊，好像没有很好，为什么人要相信呢？因为堕落的人是追求绝对的独立自主啊，我自己可以做这个决定，也就是绝对独立于上帝的存在。 他要自我治理、自治、自治的最高形态呢，就是脱离上帝的权威，脱离上帝的束缚。从终极意义上来看，无神论是从哲学上要彻底脱离道德责任的。这人在创造主面前，哎，不再需要接受问责。而世俗主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不要不要在上帝面前负起这个责任，他没有这样子的责任，哎，他可以啊，逃避。 那无神论是怎样子跟圣经相违背的呢？三点，第一，有两点。第一个，上帝的自存。当上帝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讲 “I am who I am”，他是一个自有拥有者，没有比他更大的了。那他在是一切神性的啊、呃、上面都完全，他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他是自足的。上帝通过自然界跟人类良心向人启示了他自己，所以。 没有人能够靠着上帝在自然界的一般启示得救，但是呢，人们都会经历一个现实，就是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都生活在一个神所创造的这样子的世界。第二个，香贝逆的看法就是从创造和护理来看，因为上帝在根据圣经的教导，上帝在六日里面，他用他全能的话语来创造了天地。 上帝向乐伯启示他自己，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自足、这位永恒的永存的三一真神在万有以先，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此外呢，圣经还教导他用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来成就上帝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所以，我们看到无神论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呃观点，他违背了圣经的话语。那但是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向他们传福音的？那其实我引用的现在的这个部分，就是从 i 格 r 的那一本呃《错谬实战手册》里面所引用出来的。那他就有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讨论，我们要这样子传福音。他们，那给我们三点，我要这样子传。第一点，专注于存在的问题。所谓的存在，就是呃。 我们可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万物会存在，而不是不存在。那如果是这些持守唯物主义生命观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的。他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物质会存在，因为一切的存在呢，都源自那位自由、拥有、永恒、自存的神。一切的果都必然有一个因，而宇宙明显是一个更大的因导致的结果。 所以你从终极意义上来讲的话，你一定会推导到第一个因，而这一个第一个因呢，它就推动万物进入了一连串的这样的进程，而这个第一个因就是那一位至纯的神。神在自己有能力，它是自由拥有的，它的存在不需要其他的外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专注于道德的问题。无神论的世界观里面是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客观标准的。 那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给我们这个伦理的标准。那简单来讲就是十诫。如果人拒绝上帝的律法，不承认它是超越性的伦理的话，对所有的人类都有约束力的话咳咳，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找到代替品可以来约束自己，来约束这个社会。 当我们找机会跟无神论者来讨论关于超越伦理的需要，就是道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向他们解释，就是除非有一个道德或者有一个伦理可以用来去啊、呃、衡量自己跟他人的伦理道德的话，否则的话，我们是要怎样子去判断说其他人或者社会的道德是错误的，或者是对的？你要这样子判断，OK。 因为当我们对其他人的道德或者伦理来进行判断的时候，就已经暗示着已经存在这一个在他们以外的客观的标准，是他们衡量他人的参照物。他已经假设了一个良善的标准，而所有人要基于这个标准来接受审判。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个标准就是神。第三点，专注于与神和好。 因为我们的本质需要做的就是要与神和好，所有的人都要面对自己在亚当里面的这种堕落的光景，而面对他们的罪性，也面对对救主的需要。我们需要与神和好，所有的人天生都是无神论者，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想跟神有什么关系啊。像圣经里面诗篇讲的，愚王人心里说没有神。 神在基督里降临到这一个他所造的世界，以便向喜欢在最终之乐而弃绝他的人来启示自己。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为他的仇敌，就是为我们这些人，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祭，带领我们进入跟他一起这样子商议神和好的关系。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罪人可以成义，使人可以领受从创造主而来的福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呃、谈这个无神论的观点。那除了无神论呢，我们要谈的第二种就是多神论。在古代世界里面，人们通常会去崇拜很多个神，这个就是所谓的多神论啊。那然而呢，多神论在今天仍然以很多种的形式存在，仍然有很多人是去拜木头啊、拜石头。 那还不一定是拜拜木头、拜石头了，但是还是用拜木头所造的神，或者拜石头所造出来的神。那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民间的宗教啊，民间的宗教 animism。那 anim a n y m 它是拉丁文，它意思就是生命或者精神或者灵魂这样子，所以他们是拜这样子的东西。任何的东西，不管是树木、岩石、动物，还是水。 他相信说，里面都有一个灵魂，都有一个常驻的啊灵魂在里面。死去的祖先的灵魂呢，他可能在地球上啊到处的游荡，啊，他也可以跟人有这样子的交流。所以你可以透过仪式来操纵或者使一些灵啊来啊跟他有关系。我想讲，他们可以透过巫术啊，透过占星术啊、占卜啊等等。 那最近的话，就有一些通灵的知识或者力量这样子啦。那可能他们认为，可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或者最伟大的那个灵。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发生在比较小的这样子的精神领域或者灵的领域里面。那在韩国就有他们那种所谓的鬼神。 啊，或者美国的话，就有这所谓的守护天使啊啊，圣人呐、啊；阿拉伯的话，就有他们的精灵啊，种种这样子。那他也提倡一种迷信的做法，而这个超乎了其所在宗教的正式的呃教义。比如讲，罗马天主教徒他们把圣人的雕像倒过来埋，来帮助他们卖房子。那、啊、这个我不是很懂他在讲些什么了，但是他有提到这个例子。 印度教跟大乘佛教啊，刚才讲小乘佛教，再讲大乘佛教，印度教跟大乘佛教它都是多神论，都是多神论。印度教的寺庙，他们里面就供奉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呃神像啊，有梵天啊、萨拉斯瓦迪啊、伊斯奴啊、拉克神米啊、湿婆啊、波瓦迪啊等等。那根据他们的一个叫做《博伽梵歌》，应该是这样子读了。 不管谁想要去拜什么神啊，你用什么就是任何一个名字啊、形式或者方法，他认为说他都会得到这个克里希纳的祝福，并且实现他的愿望。所以，在中国、呃、日本跟韩国所流行的这样子的啊、呃、大乘佛教啊，他们是注重对佛还有其他的菩萨的啊、呃、这样子的敬拜啊来。 就是去拜他们啊，来获得他们的呃喜爱。根据一部佛经，佛陀有数十亿之多，就是、佛有数十亿之多，不不是佛陀，是佛有数十亿之多，就好像恒河的沙数这样。小乘佛教是实际的无神论，但是大乘佛教呢是多神论。在更深层次上面来讲，印度教它是泛神论，大乘佛教也是泛神论。 多神教跟基督教都拒绝无神论对灵性还有超自然领域的否定，啊，都有这个共同点，就是讲不可能没有超自然的东西的。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启示了，我们生活的生啊世界里面充满了所谓的灵，好像人是有灵的，然后有天使、有魔鬼，有好的灵，有坏的灵，天堂。 里面有灵，地狱里面也有灵，所有的灵连同可见的事物都是由唯一的真神所创造的。天使用呃各样的方式来为上帝的子民来服务，但是呢，圣经教导我们，好的灵哦，就是像天使，好的天使，他是拒绝人去拜他的。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上帝的仆人，而恶魔呢，他是愿意接受恶人的崇拜的，坏的灵是愿意接受人的崇拜的，但是这样子做是作为上帝的敌人。当撒旦他去诱惑耶稣去拜他的时候，撒，呃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要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 而这一些前面所讲的这种，不管是在中国啊，在这种印度那边所拜的这些所谓的神灵，在本质上它并不神圣，它只不过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跟这一些多神论来相比的话，圣经里面讲我们的神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都是死；不管是在天上在地下，它都是神，没有别人。因此，上帝他禁止他的子民从事这种巫术啊或者招魂这样子。 在圣经经文里面有这些经文，他要我们凭着对主的信心来生活。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呢？可悲的是这个世界崇拜的是那位不能够拯救的神。但是主说：“地级的人都要仰望我，因为我是神，没有别人，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那讲完了多神论，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泛神论。泛神论是什么呢？ 他对创造物和被造物、主和世界，甚至圣人跟普通人之间，他认为没有任何的区别的。上帝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上帝。OK，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在古代世界里面就有这个斯多亚派。斯多亚派呢，他教导说，物质世界的秩序就是一切，就是这个 Logos，它就是一切、呃。那这种体系被呃。 f r i e r i c 啊，科普利斯顿，他、啊、称为是一元唯物主义。一元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就认为一切都是一体的。斯多亚认为，啊，物质世界体系是神圣的。作为一个部分，我们存在于整体当中，然后我们将会消失在赋予你生命的东西当中，或者说你会被再转化成为啊其他的东西。 在现代早期呢，就有这个斯宾诺莎主义，它是一种泛神论的哲学体系，把上帝看作是包含所有存在的绝对无限，上帝是所有事物的内在的原因，纯粹是出于必然性的运作。 这一张这样子的想法也出现在爱因斯坦啊，就是那个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当中。他说，爱因斯坦说：“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他在现有事物的有序和谐中启示了自己，而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上帝。”半神论并不局限在古代和神秘的这样子的哲学当中，他在现代啊、呃、宗教。 它在现代宗教，还有今天所谓的这个灵性或者精神实践的流行形式当中，仍然存在。虽然印度教是多神论，但是其实它是有这样子的放神论的思想的。因为在他这个信仰里面，他是说一切皆为一体。虽然有很多神，但是一切皆为一体。印度教的早期经文当中，他就教导了啊、呃、一神论啊。 呃啊、哎，不，不是一神论，他就教导了一种多神论。但是这种多神论，它是带有泛神论的种子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你现在崇拜的是怎样子的神呐、啊，对你来说都是唯一的神。因此，他拜很多神，但是他相信有一个最高的实现，也就是婆罗门。他本身是不能够认识，而且以多种形式出现。他也提到不朽的那一位，他是不可定义的，没有形式的，他遍及一切，超越思想。 所以，这种一体性呢，其实不应该被仅仅被看作是跟个人神灵的关系性的交流，而是我们跟非个人神灵的基本认同。它在无限、普遍、绝对的本性当中超越了善和恶。那在中国呢，中国也有一个宗教是跟泛神论很像的，也就是老子所创立的这个啊道教。 道教它是在耶稣诞生几个世纪前所创立的。道是自然秩序，而智慧就是包括与知和谐相处。老子说道是无名的、不变的万物之母，世界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被称为是气，所以它有这个标志，一个是阴，一个是阳。一个阴呢还是被动的，阳它是主动的，因此道教是泛神论，还有。 二元论认为，为了和平还有健康，阴和阳必须要一起来行动。道教也有从属于其二元泛神论的多神原因，就是有许多的神由八仙或者三清来领导。然而，这些神没有一个是圣经意义上的这、呃、造物主，没有一个，而是万物都来源于这个道。 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呃，我之后会更深入，就我等一下会更深入跟大家来谈。它的核心的主张就是一句话，就是你就是上帝。OK，那其他我不管你就是上帝。它常见的信仰就是万物的一体性，还有神性、天使和啊、呃、这种灵向导的启示、道德相对主义、创造自己实现实的力量，通过石英晶体其中的。 精神能量来进行治疗，那他们也会透过这种所谓的石头啦、石头来进行治疗。那还有一个会谈到就是所谓的绿色宗教。那这种绿色宗教呢，它是认为大自然就是神圣的，它就是我们应该要崇拜、要崇敬的这样子的对象。还有一些自然崇拜的形式，不涉及啊泛神论的灵性，而是自然主义和无神论。 但是在大自然当中找到生命的问题的极终极的答案，呃，就是他要在这个大自然的，是就在大自然里面找到这个生命问题的终极的答案啊，他要这样子找。那新纪元运动啊、呃，我会跟大家多来谈一谈新纪元运动，因为新纪元运动跟后来的灵根派其实还蛮有啊、呃、关系的。那什么是新纪元运动呢？ 其实，新纪元运动它是一个广义的词语，它形容的是一种现代的宗教运动，它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运动。这、那个运动的呃，倡倡导者呢，他鼓励人去追求完全实现自己的潜能。 这个运动在观念上面，它呃融合了一系列从各种宗教流派里面所得到的这样子的观念，包括东方的神秘主义啊、印度教啊、佛教啊、玄学、自然主义、占星术、神秘主义等等等等。那 他既相信一元论，就是说他一切实际终极意义上都是统一的，但是他也相信泛神论，就是万事都有神性。跟有组织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新纪元运动，它没有一个创始人，他没有领导的架构，啊、呃，或者官方部门，或者所有倡导者他们都认可的这样子的权威，他没有。 那过去三十年呢，新纪元运动在西方文化里面，它有非常多、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大概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他们都相信某一些新纪元里面的这样子的观念的元素。那它的起源，“新纪元”这个词其实是来自于占星术。那他们就声称，大约在每隔两千一百年，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占星学上面的新纪元。OK。 那但是，当代的新纪元运动起源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晚期、七十年代的早期，跟那个黑 i 反就 C.P 四啊，他们反文化运动是处在同一个一个时期。披头士乐团呢，他们在一九六五年访问了印度，他在印度又见到了一个这个冥想运动的领袖马赫西。他回来之后，就将东方神秘主义还有一元论宗教带入到美国主流文化。 那新纪元运动它的主要观念是什么？你如果要很系统的来总结它的相关的教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从很多的宗教跟呃比较小众的传统当中，它借用了大量的观念。但是基本上它通常都有以下的几种共同的观念：第一个就是宇宙决定论。 按照星象家的占星家的观点，星星跟天体的运行当中决定了文化、社会还有个体的发展过程。那就是你们以前啊，中学的时候喜欢看星座啊，来看一下谁跟谁会不会合啊，可不可以跟他一起谈恋爱啊，可不可以做什么啊？就是这这一群人呢、哦。按照新纪元运动的观念，人们已经啊、呃、离开了双鱼季。 双鱼纪时代的人努力去找寻自我的身份定位还有存在。那今天已经进入了保平纪，人类要去寻求的是和平跟合一。那、呃、既然已经集体的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那我们就要接受跟当下纪元相呼应的这样文化的变革。而、呃、这一个转变呢，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我们从父母学到的，父母从他们的父母学到的，都是受到过去双鱼纪这样子的影响的结果。那这些东西我们要丢掉。在保平纪，我就讲在现代这个时代，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接受，我们不需要去相信任何我以外的这样子的事物。我们里面和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性，因此呢，我们要想跟。 这个神合一，获得和平，获得平衡，我们就要接受到这样子的变化，接受神性在我们或者在其他人里面的这样子显现。那这一个就非常的泛神论的思想啊，就是将唯独属于永恒创造主的神性归给到被造之物。所以第一个还要谈的就是宇宙决定论。第二个，它的主要观念有什么呢？一元能量论。 他们会认为说，上帝跟宇宙本质上是同一的。OK，新纪元运动它否认了圣经的一神论，它更是呃更 prefer 的是半神论或者所谓一元论。这个运动的拥戴者，他声称了宇宙的每一个部分都蕴含着神性的能量。 为了能够从宇宙里面得到能量呢，人就需要跟宇宙的方方面面保持和谐。所以在新纪元运动里面，达到和谐、获得个人能量，要怎样子达成呢？他就讲有很多、有很多的方式存在，极大的多样性。为了要达到这种合一，他就鼓励人们采用古代还有现代的各种方法，就好像你就啊、呃，就是可能有听过，就是冥想啊。 占卜啊、咒语啊等等，啊，很多这些新纪元人士，他们都声称说练瑜伽可以使他们实现新纪元的目标，就是达到平衡跟和谐啊。所以练瑜伽其实也是新纪元运动的一个产物。第三点，还有一个主要观念就是自我的神话。那新纪元运动它就教导我们里面拥有达成目标所需要的一切。 这个自我就是最高的善，所以呢，我们存在就可以自我引导，就听我自己的，我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欲求、自己的欲望。很多接受新纪元实践的人，他们都相信所谓的业或者轮回的这一个，就跟印度教很像啊，他相信卡玛。新纪元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跟神合一。 新人运动的支持者否认圣经的堕落教义，他否认人的全然败坏，否认人需要献祭代赎，也否认上帝跟人之间需要一位种保。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一个神。所以，那这样子的思想，这样子的所谓的宗教，为什么有人相信呢？他他其实你看不到他完全一个教义，但是你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呢？ 尽管新纪元运动否认人类跟其他受造物的差异，但是它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当人不断接受人的卓越性，会发生什么后果？我们里面是拥有进步的能量，可以跟呃宇宙合一，可以自己指引自己的命运。那这样子的方法，我可以自己掌控自己，这一种对一个堕落的人类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他非常渴望自由，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和平，但是还不是按照上帝的方式的，他不要按照上帝的方式，所以既然我自己能够，那为什么不好呢？那所以我就接受这样的思想，但是这一个你很明显它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从哪里，从哪三点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违背上帝的主权。 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圣经的教导是，圣经里面那一位永活的真神，他创造，他也护理，他有那一个最高的旨意，他有主权，受造物是依赖于他。阿文克他说，圣经的有神论主张神与世界存在关联，然而同时教导神有绝对的主权，完全独立于他的受造物而存在，最规避了泛神论和自然神论的谬误。 三一神对一切被造物还有他们的行为拥有主权，没有什么在神永恒的计划以外，神没有让被造物拥有决定社会文化进程的终极的力量。上帝不是被造界的一个部分，上帝是超越时空，在永恒当中的。 所以，第一个，他否认了上帝的主权；第二个，他否认了上帝的全能。圣经那教导是，神有无限的力量，上帝可以用他全能的话语来托住万有。我们在凡事上依靠神，上帝没有让被造界拥有独立的力量，而是透过十字架的宣讲来彰显他的全能。 我们渴望跟神合一，那这个也是新纪元的人渴望的。他们渴望跟神合一，跟被造界合一，但是这个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才能够实现。接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使信徒跟神联合，也跟其他的信徒联合。第三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圣经启示，神是最高的善。 神创造人，而让人能够成就他在世界上的圣洁的旨意，来荣耀他。他创造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啊，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这个跟宇宙中其他的受造物是有分别的。他委派人类来治理被造界。人类堕落后，上帝也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成就了他的使命，借着十字架上的死。 就有这样子新的创造，保障了这个新的创造，而得救的人永远不会变成神，因为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它是有一个啊、呃、绝对的区别的。的那同样像刚刚我们谈的无神论一样，我们就要问，对于这些新纪元支持者，我们要怎样向他传福音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专注于神的属性和本质。 到底圣经是怎样子讲这一位神的？虽然他们经纪人也讲神，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一位神，他们所谈的其实不过就是这种泛神论。所以我们有必要向他们解释圣经中的这个神观。 第二个就是专注于创造主跟被造物的区别，那因为泛神论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把它区别出来，而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它划分出来，让他看到神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人，神是我们的创造主，而我们对他是负有道德责任的。第三个是专注于人对救恩的需要，因为新纪元运动它的所有形态当中哦，人都是去追求和平、追求合一、追求满足。 但是其实这一切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人，可能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用上帝的律法来揭露他们心中的败坏，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需要耶稣，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位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来使人跟神和好。OK，所以就是这三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到底圣经是怎样看泛神论的？圣经其实它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同意泛神论的观点，但是不是整个泛神论的观点啊？它只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宇宙中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的。圣经同意这一点，宇宙中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基督徒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所有这些受造物，在某种程度上都看到了天覆的慈爱。 看到了这是天赋世界，但是人呢？人是有义务来当地球的好管家的。但是泛神论它的问题就是，它破坏了人类作为上帝形象代表的对世界的统治权。它让不管是牛啊、树啊、石头啊，变成了神，所以人就不是那一个呃对这个世界有统治权的人。泛神论它这样子神话这些生物，是羞辱那位不朽的上帝。 在圣经当中，他曾经嘲笑，呃，就是认为这些木头啊、金子、银子是神的这样子的想法。但神论，他可能会反对说，宇宙中的事物还有神，只不过是上帝的表现。但是这样子做，他们就是把耶和华降低到没有属性的非个人终极的现实。 泛神论它破坏了上帝的圣洁，还有公义的意义。它把光明跟黑暗模糊起来，模糊变成好像一个灰色那样子。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怎样子看第二个泛神论 <coughs>。第三个我们要看万有在神论。那、啊、这一个其实跟前面那个，如果你看英文还蛮像的，只是这个有一个 en，前面是 pantheism，这个是 panentheism。 那万有在神论跟泛神论的差别是什么呢？泛神论是说世界，呃，上帝就是世界。但是万有在神论呢，它是认为说世界是上帝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前面是说上帝就是这个世界，现在是说世界是上帝的一个部分。宇宙就好像上帝的身体那样子，但是上帝也由一个超越宇宙的无限的属灵的现实组成的。 我们可以用人的身体还有灵魂来大概去明白一下这样子的观点。他说，就好像人的灵魂跟身体不一样，但是没有身体就不完整，通常通过身体发挥作用。所以上帝的属灵现实自然倾向于在物质当中来表达自己，并且通过物质世界来完成。那泛神论呢，常常出现在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古希腊哲学当中。 柏拉图他就讲到宇宙有一个灵啊，或者所谓灵魂，为万有在神论他铺平了道路，但是他似乎是要表明这个世界上的灵魂是由上帝创造的，跟他不同。所以，呃，他们就认为说，宇宙不是由上帝所造的，而是从上帝那里辐射或者流动出来的，并且仍然是上帝的啊、呃、其中一个部分罢了。 那万有在神论的思想，在后来呃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基督教的著作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啊，在一些呃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哲学家中，你也可以看到，就好像黑格通过黑格他影响了几代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神学家，他们在人体里面去寻求神性，而不是去听这位上帝的在圣经上面的讲解。 万有在神论呢，也是在古代亚洲的宗教当中。那我们前面讲了，在这个呃泛神论的概念下，我们谈到大乘佛教，但是其实哦，他的哲学又是万有在神论的。为什么？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一些经文啊，一些佛经他就讲，佛陀教导所有事物都有佛性，所有现象都是相互产生和相互依赖的，所有事物都是佛，什么都是佛。 对，那、okay、释迦牟尼，啊、呃、不不，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同一原则，它是个人之间差异的基础，就好像我们区分冰、暴雨，还有这个冰跟雪，但是当它们融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股水流，都是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是这个过程神学 （Protest Theology），这个是由阿尔弗雷德·诺曼·怀特海斯构思的思想体系。 并且由查尔斯·哈特森进一步发展，在过程神学中，上帝的爱有两个方面或者两极，就是绝对的一级，一个就是绝对一级，它是以必然性、永恒性和精神为特征；还有一个是具体的一级，它包括了所有的偶然性、变化跟物质。 阿兹霍恩他说：“世界是由个人组成，但是个人的整体作为一个物理或者空间的整体是上帝的身体，而灵魂就是上帝。上帝在绝对方面是神圣的，是这个神圣爱的神。他永远倾向于善和理想的实际存在。他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因为那些是上帝在世界中实际存在的暂时的方面的属性。” OK。 把、哦、这一个跳过。那、啊、在 OK，这个刚才讲到了、啊。OK，过程神学 （protest t h o l o g y 它对上帝本质的过程的描述是错误的，因为上帝他在圣经当中，他没有显示他是一个冒着失败风险的冒险家，他是而是天地的主，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做一切的事情，使生物去寻求自己的意愿，即使被。 即使叛逆的生物可以去寻求自己的意愿，啊，事实上过程中的神性很难说是一个冒险家，因为他不能够有效在这个世界上行动。而且真正的上帝呢，不是一个无意识的爱的原则，不只是一个原则，他只发展，好像他只发展在宇宙中去找到现实性或者意识，不是，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有神论，而是将进化论的神。 而是将进化论神化为无尽的创造性的进步。Okay,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过程神学也是不对的。那圣经是怎样看万有神论、万有在神论？那我们相信所有形式的万有在神论的优势在于它强调上帝在世界中的存在。那它的致命的缺点就是它认为世界是上帝的身体，是它存在的必要部分。 所有形式的泛神论都建立在圣经的第一节上面，就是啊、呃，所有的这个不是泛神论，所有的万有在神论，都建立在一章一节《创世纪》，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是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上帝的一部分，而是说上帝通过他强有力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上帝的性质啊、呃，跟这个世界的东西完全的不同。 我们的精神也不是神的一个部分，也是跟神不同。神也不是世界的灵，它不从我们的思想中获得意志或者意识，而是所有的呃智慧和知识都是源自它来的。它是主，我们的善良并不能够使它更加完整和满足。相反呢，它从它无限丰盛的荣耀中来满足我们。 因为像圣经所说的，在你面前有丰盛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有限有神论。那所谓的有限有神论呢，就是上帝受他创造这个世界或者其他不受他控制的因素限制的这样子的神学。有时候有限有神。 论它是出现在一个文化的非正式信仰中，好像美国文化当中就有啊一些人提到，好像同情他以同情之神，就同情的神的形式出现。怎么说呢？就好像呃，他会把他概括为上帝，就像一个永远在你身边的人。上帝的工艺还有律法都被简化为就是要对彼此好啊，要友善啊，要和平这样子。 上帝的无所不在成为了情感上的支持，但是我们却不去看他的所谓的威严，我们也不看他的荣耀，这些我们都不看，因为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良好。那我需要自我感觉良好。尽管这种观点最初是在对青少年的研究中所描述的，但是这种对信仰体系的概括性的啊、呃，这个。 呃，概念呢，似乎是数百万美美国人他们的信仰的特征，包括年轻人，还有老年人，还有什么？还有开放神论，开放神论可以被看作是过程神学，还有说西尼派，还有对说西尼派对圣经的解释，还有福音派亚米念思想的这样子的结合。它显然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但是这种想法已经在啊。呃 福音派当中传播开来，跟过程神学不同，这个 open t e i s m 开放神学呢，它并没有教导放神论或者限制上帝的说服力。开放神论的中心论点是，上帝因爱的绝对优先而受到限制。好，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且维持它的结构，以提供一个可以。 自呃、啊、发生自愿爱的关系的环境，但是上帝的开放性的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由他来决定的。那他声称他提出一个优越的圣经观、优越的上帝观，但是事实上呢，他把主贬低到众多的代理人的一个一个权利和知识啊都很有限的这样子的一个神。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神呢，他的期望常常是错误的，而且他的目标也目标也常常是达不到的。那可能有一些开放神论会认为说不应该把他们归类为有限神论，就是有限有神论。但是，呃，据这个作者所知，开放神论者他没有明确说过说上帝是有限的。罗格斯·凯利他甚至指出说，开放神论者呢，他否认上帝几乎所有属性的无限性。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在这今天呢，我们调查了，我们思想了几种关于神性的观点，我们也尝试去阐明每一种观点的啊偏、呃、离或者说反叛上帝的方式。那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们简单的做一些总结了。我们已经看到五种对神性或者终极现实的看法。首先， 无神论，无神论就是认为说没有神或者没有超自然这样一个世界，说有的只不过是离物理的世界。第二个多神论，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生灵、很多的神灵、很多的这些精灵。第三个半神论，半神论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一个，都是上帝。万有在神论，所有的东西都像上帝的身体，但是上帝更伟大。 这样世界的灵魂。第五个，在有限神论当中呢，有一个神，但是他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以上是这五点的，呃，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但是在这五种类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呃，有很多不同对待上帝的看法，很多不同看上帝的方法，有一些重叠。 好像我们今天都有谈到的啦，好像世俗的人文主义，它本质上是无神论，就是没有上帝，人是为自己而存在。小乘佛教呢，它是无神论，也可以说它是不可知论或者不可知论。我们必须要通过严格的努力和冥想来摆脱我的幻觉。然后呢，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啊，无神论，因为宇宙在冲突中不断存在，来达到托啊、呃、乌托邦。 为了达到那里呢，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集权的国家，把我们从一切不平等当中给拯救出来。然后民间宗教啦，或者泛灵论，这个就是 pentism e、呃、啊，无多神论。我们要通过仪式来安抚很多的神灵，尽管可能有一个神是凌驾在所有人之上这他们相信。斯多亚派也是泛神论。物理啊、呃，物理宇宙是所有的东西，但是它是有 logos。 或者啊、呃，这个普遍的理性、理性神性的安排。第六个，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他认为上帝是无限的一切，是所有事件的必要原因。第七，印度教，印度教它可以讲呃是多神教，但是在教义上可能更像泛神教，就是我们崇拜许多的神，但是万物最终是一体的。 那道教呢？道教它是万有在神论，它也是从属多神论，就是阴跟阳所有的神、人和物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经纪元运动也是泛神论，呃，他认为说我是神，我要创造我自己的现实。第十，绿色宗教，绿色宗教它可以讲是泛神论，有时是无神论，大自然是神圣的。 是我们的母亲，或者说宇宙是一切，但是值得我们去啊、呃、敬拜它。第十一个就是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也是啊、呃、万有在神论，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一，我们寻求与它的神秘结合。OK，都是来自于同样一个。第十二个。 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呢？它可以讲它是多神教，但在教义上，它更像万有在神论。他说，我们要敬拜那个开悟者，就是那个悟的道的那个人，作为我们的救世主。而佛性存在于所有人当中，并且超越了所有的人。 然后过程神学了，过程神学是万有在神论，他认为上帝是两极的爱，永恒不改不可改变的爱，以及弥漫在万物当中的暂时的回应性的爱。然后流行的同情之神，这一个其实是有生有限神论，人类的存在是为了要安慰我们，但不能够呃有力的去干预生活。而索西尼亚主义也是有限神论。 它帝创造了世界，但不是三位一体，也不也不呃，它不是三位一体，不能够知道未来。然后开放神论呢？开放神论就是三位一体的造物主不可能有绝对的主权，也不可能知道未来，因为它必须是开放的，才能够有爱的关系。<coughs> 所以我们从这一些，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真的就好像亚文所讲的。 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看不起这些人，我们当然我们感谢上帝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反省自己，我们需要向上帝求怜悯，求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那可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的偶像，他是在每一个每一个主织去参加基督教的人的心中。 沉溺在罪恶当中，就是实际上的无神论。如果我们的心在忠诚上有分歧的话，我们就是犯了多神论的毛病。每当我们把我们的崇拜交给被造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像泛神论一样，我们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的感觉啊、呃、的信任，好像他们有神圣的权威。但是这个并不比泛神论好。 当我们相我当我们不相信上帝的主权和天意对于未来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从事了有限神论。我们可以在名单上面加上其他的偶像来，比如对物质的贪婪等等。而约翰的警告，你们要远退偶像，是针对啊这个啊信徒的。所以他就列出了啊肉体的情欲、眼物的情欲。 还有精神的骄傲，跟这位真神相比的话，他是那一个伟大的 I M Y M，他是耶和华，是无限的呃救主，他的美在他的创造的世界当中闪耀，但他不是属于世界，他超越了世界，相反，他在荣耀跟永恒的独立当中呢，他超越了宇宙，在他面前。 住着难以言喻的光辉，还有喜乐，而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入他的同在。上帝的智慧、公义和能力呢，是从被钉死的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而发出来的。当所有自然界的荣耀处于废墟当中的时候，上帝正在救赎各国。 而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现在做了恩典国度的唯一的总保统治着万物。他将从，他将与神圣洁的天使一起返回来审判恶人，奖励那些因恩典而成为义人的人。而上帝也呼唤、呼吁我们要悔改，离开偶像来敬拜他。这个不是人类幸福的善终。 而是真正生活的开始。上帝命令我们离开这些破碎破碎的地方，去喝那个呃活水的泉源。所以，上帝亲自来找我们，召我们去啊、呃、参加他的宴席，无非这个是与唯一的真神活神的相交。 所以，我们其实，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最终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神能够改变人心，没有其他的。神没有呼召他的百姓，仅仅为了要赢得辩论、赢得呼叫。他呼召基督徒捍卫，并且呃传扬基督信仰，为的是透过这些努力，赢取。 呃，选民的票，选民的这个灵魂，使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那为了这个目标呢，我们就需要很努力去学习圣经当中的呃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当我们学习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实践这个教训。就好像这个啊、呃、经文所结的。 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由由，就是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恶人。基督徒应该热心向人传福音，因为这个世界是时尚的，而且一直走向灭亡。尽管我们相当的殷勤，但是个人的敬虔和学习并不能够改变罪人的心，或者让他能够明白圣经真理的。 属灵领悟力，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在最终死的。自堕落以来呢，所有的人都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而只有属灵的重生，才能够打开罪人的眼睛，使他们看见并且接受真理。重生。 是圣灵主权的作为，只有神能够使罪人从属灵的死亡进入到属灵的生命。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主耶稣命令先，就是上帝命令先知以撒以细节来祷告，祈求圣灵降临，使枯骨重生。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讲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除了使罪人重生以外，也用也。 唯有圣灵能够赐给人属灵的光芒、属灵的光照。圣灵并不赐下新的启示，而是通过使用圣经中的启示，照亮人的思维和心灵，向基督的真理来开放。圣灵使信徒看到神在圣经当中启示的这样子的信息。totally e t words 他曾经写道。 圣灵没有启示新的教义，它不会向人的心注入一个新的观念，它不会，它不会教导关于神的新的事情，而是关照人理解神的话已经教导的内容。 还有一个就是 Th Watson,、啊、Thomas 瓦斯啊，Thomas 曼的 Thomas 曼登，他就这样子总结圣灵关照的作用他讲，离开圣灵的帮助，还有圣灵的关照的话，我们在属神的事上是完全无能为力，因为上帝的意念就启示在这本圣经当中。没有圣灵的眼睛，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最后，除了圣灵的工作，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忍耐。 既然拯救人脱离错谬的教导，还有宗教，纯粹是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信靠神拯救我们的传福音的对象。我们要热切的去为所爱的人、我们的灵舍、我们的同事，为我们所认识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们的灵魂得救而祷告。因为只有上帝神能够改变人心，所以我们必须要依赖神去拯救这些人。我们也必须耐心等候。 主向周围的人彰显他拯救的这个恩典。记住主对我们的忍耐，我们又怎能不忍耐等候，不信靠主来改变人心呢？属灵的悟性还有得救的信心，唯独是基于神主权的恩典和慈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今天所使用的呃一些资料啦，是从这个呃错谬。 是啊，教导实战手册里面所拿出来的这个，你可以在 TGC 的网站上面可以免费的下载。那我也会把它的链接放在底下的描述栏，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去底下来把它下载。它有讲到很多很多其他我没有谈到的宗教，它都有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虽然有这么多的宗教哦，本质上都跑不了这五点。而且呢，你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呃。 基督教以外的神，它跟基督教上面有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所以，我们盼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讨论，我们可以意识到基督教的神观。就当我们之后在谈基督教的神观的时候，你有了这样子的背景啊，我们谈那个呃基督教的圣经里面的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两个之间的区别是更加的明显。 所以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边，呃，同样，呃，这个视频会在明天，啊、呃，明天晚上就变成会员视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继续看的话，可以在下个星期二，呃，我们准时一起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那下个星期呢，我们应该就要开始正式谈到了上帝的属性啊。那所以如果，呃，你哦，讲到这个，那个。 微正系统的《Reform Systematicology t h e》的第三部已经出了，那我应该我在二月应该会拿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去买，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本书。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下个星期二再见，拜拜。